今天我们给大家唱一首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，希望大家喜欢，三哥先给大家唱。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，究竟是我做错了什么，点燃一支寂寞，斟满一杯失落，我并没有你想象的。三哥唱的真好听，你们给三哥打多少分呢？下面有请五六七。谁能给我介绍个富婆，胃口不好说的就是我，别看我很瘦弱，其实体力不错，跪求给个机会让我把握，如果富婆能够看上我，我的工作就是暖被窝，不是不想拼搏，实在不想漂泊，只想提前享受退休生活。五六七唱的真搞笑，下面我给大家唱。我唱的好听吗？下面有请马红俊。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，究竟是我做错了什么，点燃一支寂寞，斟满一杯失落，我没有你想象的洒脱。俊俊唱的好难听呀，给他打零分。大家觉得我们谁唱的最好听呢？还想听什么歌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